我就说嘛，应该可以扯长。他要说啥子？他回。不得行。那边，那边你那边。左边看到。右边不得问题。右边不得问题，还可以往前走。右边不得问题。右边不得问题。好了好了。右边有20厘米。完了，这儿，等着哈。就是要看到，你不看着会儿，哎，给他挂着吗 ？OK， 走。我下车指挥什么呀？我指挥不来。倒不得。把那个天窗的那个开开嘛，我这太黑了。哪个呢？我都搞忘了。中间。哦，把窗子弄过去。哦，可以了。啊？窗子弄过去嘛，只是把那个遮光。哦，对，就这个。哎，不是，哎，窗户。哦，对了对了 ，OK， 亮色，不错。现在我们去盘龙银座酒店，来，我来给你。哎，不是啥去坐游？三天不坐船的吗？坐了，去那儿坐船。耶！喊妈妈给你俩去坐。啊，你们都不坐啊？我不坐。想往里头走。那算了嘛，我也不坐了。去坐嘛。都不去，我也不去了。我们去噻，你给你妈两个去坐。那你们坐在岸上喝茶是不是嘛？那也可以，妈妈。嗯，哎，你想不想上上船嘛？嗯嘛。OK。好。妈妈肯定。哪儿先去？哦，我哪儿先去？到不得了。像他们这种出来旅什么游嘛，哪里都不去，就吃个饭，然后就说好累了。今天，请问你这儿走？哎，等他嘛，反正条条大路通罗马。请问你今天做啥子事情嘛？起来了之后，你就在车上坐了40分钟。没做什么你就累了？昨天晚上没有睡好，可以。啊，行，掉头。哎，要掉头啊？他喊你掉头。因为刚刚应该左转。来，给你导航。来，不晓得，这个。哎，他这儿他不导航，他能够走在多少大幅吗？这是单行道啊。不是。跳头就直接走这条跳头。只是这些车停在了另外一条路上。哎，啥子车停在另外一条？爸爸刚刚问的就是不单行道。但是一般过年这些都不得照，除了你这些外地车牌，都照不动。哦。掉头。又掉头。请走左侧车道，100米后在红绿灯路口左转。请走左侧车道。这车子停中间。嘿。左转。我还在拐进，他先拐进去了。左转，进入玉堂街。进入玉堂街。交通管制。这边哪儿交通管制了？这了。可以直行，本来就不是要坐直行。那你就直行吧。左转不到是吧？那你就直行，然后从前面那个。直行噻，直走前头。你直行嘛，反正导航会给你导的。反正走哪条路都过得去。本直播间只有两个场景：车上和吃饭。咋了嘛？民以食为天，懂不懂？马上就可以看，马上可以看大佛了。民以偏航，俺刚说吃冰粉都没吃。我刚刚说买，我现在开始已经买过去。没有，那会儿不想吃，这会儿刚刚是吃，刚吃饭吃饱了。不过那边应该有卖的。啥子嘛？我又想吃冰，他不是这边很多卖冰的嘛？怎么了？三雪冰。还跳头，他这又还跳头。不要跳头，那边不能走的嘛。可以，他只是那儿不能左转，但是你可以跳头过去右转。哦。但是你掉头为什么要走这边的这个道啊？即将掉头。我们跟陆姐他们一起是周末来的呀。嗯。150米后绕环岛右转。哦，对的，好像是劳动节的时候啊。嗯。我这还有景，都闷了。这人乘一个车子多得很，跟旅游景点一样。
小鹏，飞越的小鹏，白鹏。小鹏去年是小亏了好多个亿，哎，还亏了？不亏嘛，还销量小的嘛。啊，我觉得他卖的应该挺好的呀、啊。我也看到我那个销售说卖的挺好的呀、啊。你看去年这里那个嘛，你说最高的是比亚迪。嗯，比亚迪才是最多的，确实，比亚迪秦，比亚迪汉。比亚迪，比亚迪。比亚迪海豹。比亚迪，比亚迪。那个海豹好丑哦，我觉得。他是拿滴滴卖的。好多开滴滴的都是开的比亚迪，你觉得比亚迪吃豆腐了就在前方，哎，很熟悉了，这就有卖奶那个的。驶出环岛，随后立即左转。而不是来我要喝的奶茶，你喝不喝嘛？我股民啊，股民。左转进入。哎，我手机呢？是啊。哦。就到。吓我一跳，哥！你喝过那个没有？一只鲜牛奶，一只酸奶牛，酸牛酸奶牛。对，一只酸奶牛，我觉得巨好喝。对对对，那种紫糯米，哎，紫糯米。哎，你这不是一只酸奶牛？啊，这就有吗？嗯，想吃。你如果等会儿要过来给他买股民的话，我过来。你咋不？哎，要不然就这儿停一下嘛，去买嘛。来了，我这儿，你看这儿路边上都停满的车子。刚刚那个地方有个缺缺。缺缺是指画了这个线。是，我意思是，真的是在车上。请按微信哦。我刚说的是一只鲜牛奶是吧？我说的鲜牛奶，一只鲜牛奶，一只酸奶牛。我觉得多好喝，你喝过没？一只酸奶牛，多好喝，而且很便宜噶，8块钱。因为我十二块钱。他不喜欢吃米。嗯，那个那个一喝哇，饭都不用吃了，饱了，饱了。中午你也是吃啥吃啊？嗯，我也中午吃了个牛肉，差不多。我有鸭血，你要不要？不要，鸭血更爽一点。好嘛。哎，我们吃豆腐了，是不是底下？这个这家小豆海棠这个也很出名，但是因为人家初三才开门。是吃啥子的？豆腐脑。哦。还有各种小吃。我觉得豆腐脑不好吃，黏哒哒的。啊，真的吗？嗯，觉得挺好吃的。黏啪啪的，全部都粘到一堆了。马上就弄了，总店。就喜欢吃了，就是这家嘛。总店马上弄了。就是这家九九豆腐脑。这儿豆腐脑，总店。号称是总店，我也不晓得。对，就是这家。哇，好多人，好多人，到处都好多人哦。乐山人真的爱吃哈。他这里还有烧麦，那个。各个地方的人。外地人也都喜欢跑来乐山吃。基本上都是川。乐山。像嘛，川给的人没办法去的嘛，川硬是去那儿都远，自驾游只有到这儿来了。说不定去自贡了也是。这个地方是啥？赵鸭子。赵鸭子。这家的人还比好多噶。嗯。我发现在这种小城市，然后开个这种小吃，哎，生意好还是赚翻天喽。这是旅游景点，你得如果那些来的地方你要看。吃在四川，味在乐山，真的假的？这是拿什么时候的宣传语啊？哪儿啊？他们弹幕说。哇，乐山怎么还爬坡上坎的？山的嘛，有个山子。乐山，市面是哪儿的呀？即将在红绿灯路口右转。往西城那边去。往西城，往雅安。雅安那儿。右转，进入大桥西街。乐山热气球的新闻，昨天我也看到了。绿山，那个热气球的新闻我也看到了，好吓人啊！他们做的那种都不是那种篮子的哎，他们做的那种都是像那个旋转秋千一样，直接吊在那个热气球下面，那个太吓人了呀！一千米高空掉下来就直接。人自由落体了，
好吓人嘛。你有个篮子还稍微好点，但我可能抱了他几道了，他不走了。哎，对，差不多。他都不走了的路上。那当然就喊路边车子后备箱里待着嘛。别别太把人家闷着。你们到了游客中心还坐他的摆渡车？你去看过吗？嘿，刚才不是我们去过的吗？你们只是去过，你们又没坐过船。没坐就你要去坐摆渡车的景区里头去坐船噻。不用在景区里头去坐船。你不去景区你咋坐船？他应该是要到一个码头。景区码头在景区里头，对，没进罗山大佛啊，他是在那个到大佛那边。没坐过热气球。有篮子。叫做加州，有个加州港湾。嗯。他们说了就在外面，不需要坐。你要去嘛？那堵嘛？先到游客中心，车子只能停那儿，然后要坐他的摆渡车，给钱坐进去，然后在他那个码头那儿去买票。哎，好像外头也有个码头，想开。外头有个，我不晓得。外头好像水有点浅，不能开，只能在可能开。你看外头它是靠近这边的，但是它就不得啥水，可能只能去坐顶去的。那要是你坐过码头，哦，你坐过码头去了，你坐过那个游轮啊？没有，就是罗山这个游轮。没有，我坐过重庆的。我只坐过重庆的。还有是广州那个游轮，其实也安逸。广州嘛，肯定是看那个灯，看夜景噶。我跟我妈俩就坐的。到哪儿？重庆。沿当前道路继续行驶900米。重庆那个游轮，我们好像都是好多年之前坐的了。前方即将经过丽江油茶，全长600米。我晚上去坐的，看夜景。嗯。晚上看电影的嘛，就是呗。重庆。没有，我们说重庆之前。他那个是啥子？所有车道均可通行，保持直行。这儿好堵。都是前景区就是。三桥的嘛。哇塞，好堵哦！都是去看大佛的，好想提下劲儿啊！他这劲儿还有点好提。东方贵族。不是妹妹好看的样子，我也听出来。你就是东方贵族。姐们儿，微微，嗯，微微，那还我的呢，看来，那你婆肯定，执行，好多人都是喊你微微，哦，长辈。要小的时候嘛，肯定都是没有啊。这个也喊的是微微啊。微微。微微。是的。然后到香果这儿，小赖。小赖听的比较少。江一桥了，累着了还是？五百都打大铺盖了。然后不走了嘛，交钱了，能不走？托起。啊，这种他真的瞌睡，好干净，人家累到直接睡。早就想进窝窝睡觉了。猪儿，撸猪儿，你可能要上公交车，你要上公交车。会啊。你看哇，你不让的话，就很有可能就他叫你挂起。700米后再红。因为他一个已经走不过了，已经变成一根道了。五百太臭了。那你也坐副驾吗？
始不洗澡吗？他洗了澡两三天就正在通过行驶缓慢路段，洗了的前两天还香喷喷，香喷喷的。时间11分钟。洗了的，我娘之前洗，我洗了好像第二天嘛，隔了一天就涨价了。行驶缓慢，剩余1.2公里，预计还需要8分钟。那天去洗两只猫，一只100。总共花了420。猫，我说嘛，猫平时就贵，洗猫，平时就好。但是你一年洗不了几回猫，主要是。哦，猫一年可能只洗3回澡。哦，鲁班，一个月2回。鲁班基本上都是半个月。行驶缓慢，剩余600米，预计还需要3分钟。跟金毛一样，金毛一个臭。金毛那个毛毛，金毛体味儿。你咋晓得嘞？哎？你咋晓得嘞？闻过啊。以前我还帮我们朋友养过几天金毛，臭得很。洗了就跟那个叫臭。嗯。这大狗都味道都有点大。老三。肥得很。你们听别的城市音。前也走，回来也要走，都要过这个桥了哈。哎呀，出来就是堵的嘛，就是天堵的，出来天堵。我不出来，他不要走。这是看些东西。岷江，岷江的水还多。看吧，你看他这个路线是从这儿绕一圈回来，又在这儿了。嗯，哪儿吧？不绕一圈。他肯定他得疏通。你看这儿绕一圈，走到这儿底下来。这儿就是那个的嘛，游客中心就走这儿，你们请走左侧车道，300米后在红绿灯路口左转。哦，这个码头能不能坐？200米后驶入左侧车道。如果这个码头能坐的话就可以，但我觉得有点悬。因为它是这样子的，你要走左边，它那个游客中心是在下面。可能就绕下去。嗯。对。看游客中心这个这儿坐得到船吗？但我没看到有人的嘛。前面打的是游客中心哇？嗯。我好像打的风景区还是游客中心哦，我不晓得。反正他是开的游客中心也停的，然后走游客中心再买票坐在摆渡车上去。前方车道变宽，驶入左侧车道，即将在红绿灯路口左转。我们认为是陆姐他们都得那个宾馆里睡觉啊，是抓住我们三个来的。这儿不是停车场屁。估计没得位置，去找噻。不得事嘛，我们在，然后他们两个去买票来的噻。那喂，你去不去？我不去。你外不去嘞？你都不去。你跟妈妈去噻。左转，姐姐去进入龙虹路。哦，禁止左转。跟着走噻，右边。走这儿走。啊，就走右边走的。看民兵，等一下，他先过。我觉得好像乐山大佛停车位已满。您已偏航，
五十米后掉头，两百五十米后掉头。其实游客中心就是走这走，对吗？游客中心就是走这走。我知道了。我的印象就是。一百米后掉头，即将掉头。那就不掉头吗？这也掉不掉头啊？掉头。这全部都来了，不准掉头。不准你掉头。明日偏航，已重新规划路线，新路线途经348国道，所有车道均可通行，前方红绿灯路口直行。这跳不掉头。应该。头个。对。宝山景区停车位已饱和，还有吧？应该走这儿，走左边。右边。走右边。哦，右边，不好意思。警察说：“你们快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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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点车位出来。”临沂驶入新路线。把那个手机给我嘞。前方掉头，新路线慢四分钟，少走3.5公里，掉头，随后在道路尽头左转。能都不停。这从左边出来，难为了。其实这不是。坐在这儿有啥用？除非当地人。准备出发，300米后掉头。哎，300米后掉头。王瓜子喽，这儿都往哪儿走的？他喊你掉头往游客中心。掉头就还是就刚才。但是游客中心刚刚那儿应该是游客中心到了嘛？200米后掉头，正在通过拥堵路段，长度1.6公里，预计通行时间22分钟。进去不到的话，就相当于是那个有地方肯定是不能让你车子进去的，就是你还你走路过啊，就是你不能开车子进去哦，可你要走进去。桥那些你要走进去。走这边过去不到噶，哎，这边过去不到啦。这边不晓得嘛，还没有导航这边的嘛。对。单向通道定禁止跳头，这是不准跳头的，跳头的叫做罚款。王瓜子喽。即将掉头。隧道了，进隧道了，对不对？走远了。没事，在前面就掉头吗？前面就掉头吗？挖五万隧道。挖房万。哦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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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儿，哦吼儿，哦吼儿。但是刚刚还为啥子写乐山大佛可以往这边开呢？哎，掉头，好笑了。未必在这儿还有地方可以去啊。掉头。要一个四个这输得可以，他付出停车场，但是我们停车场
找对象，我意思是新定位自己。哎，他又重新给你倒了条头，往那边走。刚刚原路返回。什么？什么？一百米后掉头。你不？我也问，我也问。嘲笑人。当我车。你给我买个。嘿嘿，帅气。我车可能也像刚刚那个，也倒不进去。那个女，她要宽些，开的车子近，有地方噶，开新疆去。三亚。面包车。五百米后，在道路尽头左转。红绿灯处有违法拍照，拥堵剩余 1.4 公里，预计还需要14分钟。这是跳头的，这是跳头的，这个车子上跳头。Hey Steve， 这辆车子上跳头。这会儿应该没啥车进景区了，应该都是出来的车。嗯。好像几点钟之后，就不能上去了吧？请走左侧车道，300米后在道路尽头左转，250米后驶入左侧车道。前方车道变宽，驶入左侧车道，即将在道路尽头左转。左转是进景区，哦，游客中心和景区。游客中心停车场，我们是不是要去？嗯。哪边是游客中心停车场呢？他说的左转的嘛。
我那儿的上面导航是导游客中心。这些他也不得位置的吧？我还找游客中心。不是，就是刚刚那个地方，其实。你手机来啊。嗯。看好，你来吗？哎。是不是早就过了十五分钟了？不是说开个前十五分钟的吗？你看堵好凶嘛。堵车不准你拐。不准你拐过去，居然没睡好啊？睡得还可以。睡迟了是吧？还可以，不比别人早。是不是左拐嘛？应该是左拐。是。但是我们刚刚不是从那个游客中心那过来？哎，我是从那儿过来的嘛。他就喊你到左拐噶，过来的左拐又。刚才那个左拐不能过去。嗯。他现在没什么用。现在左拐灯亮了，我们就车子都没扭，这儿马上都要变红灯了。晓得是啊，又变红灯了，左拐走又变红灯了。车子没扭这个路的，他这应该交警有点指挥啊。现在都不得车子过来，都不得车子过来，还应该临时调控。还有三轮儿，我们喊个三轮儿先把姐姐给阿姨送进去。我看有人坐三轮儿的，到处抢。那么牛呢？坐女的右边的了，还是没牛？堵起了。前六拐的也没用。四点了。马上四点。哦，四点了。他啥子？他啥子？他要停车。啊，谁信了？谢谢妖和尚叔送的啥飞机吗？谢谢妖和尚的飞机，谢谢妖和尚。右边的动了，可能是警察的指挥哦。谢谢妖和尚，谢谢妖和尚的飞机。哇，终于落了点。落了两个车位。三个车位，左转。他不准左转是不是？那边其实都还有车子在那儿些挡着。他就不准左转啊！不准左转，我们就右转。哎，我们刚才就是走那边来的的嘛。他好像不准左转啊？咋回事呢？我们这是咋个走起的？他不能左转，然后走到那边去，然后再又挑头过来，应该是。嗯。嘎。哎呦，哎呦，天哪，天哪，还要这里？对的，我们刚就从这个路上又开回去了，现在是。定位偏航，250米后掉头，250米后掉头。
小姐是不是想掐过去啊？这有点跳头了，你看那些车子到跳头有点好多，这是跳头，看嘛，都有点跳头。哦，就在这儿跳头过去。看嘛，这个面包车就是想跳头，刚才有过去刚好有过。就跟着他。你不要往后退，不要退，你不退，是你前面那个车，等你前面这个车它往前走了，你就可以走了。都在这跳头。你不要退了，那要是。那个警察在那超堵，人家要左拐就左拐，要右拐右拐。那头进去的那个警察那扎起的，要不准不放他，隔段时间再放。哎，那个车子没有啊，车也堵起了，还前头一个面包在这儿挡着嘞。退了没有什么作用，我还把头还把头挑过来，你给你这支气挑不过来，主要挑点儿哦。他这样子好，但是没等你走外面这个，一会儿他前头过了，这还可以挑，这还可以挑。我不摸起摸起，嗯。我没走，我们要你哈，要你哈，还没到，要你要你呀！对了，真的怕你下车去了。对了，要得乳腺癌哈。经常生气。还头发好臭啊！你这太小头了。嗯，不能洗头。好赖了，手的。我们开了好久嘞。啥子啊？我们开了好久嘞。我们没开好久。我觉得我睡了多久嘞？半个小时吧。觉得我睡多久？对，他这儿标要左拐才是罗塞大路，我们现在是直行的，搞不懂。他是骗我们过去，他在好管交通。他这直接进，有个警察在这儿扎起的，他放。那边车子又可以左转了。哦，警察啷个的搞？哦，他是那个。是不是啊？我看他左转只能公交车的嘛，我看他前头是放个公交车左转。那他现在这边车子都不能来的。他应该是单边放行那种，是不是？相当于。嗯。他哈儿又可以这边，哈儿可以那边，这样子来，嘎。晓得他咋的放行？交通管制嘛，他就在这儿。搞不懂。反正我们要执行嘛，反正是。主要是我们不停车的嘛。还有个，就把车停这儿，我们走过去。你们怎么想？
交通真的不好。这次执行一直就没发。一个车位都没落。那咋完咋？哪个呀？哎，我被别过了。哎，那个傻逼。咋嘚儿咋嘚儿？花花姑的要来串门，奔起奔起的就往这个头跑了。这样的话靠道，我们是不是要在右边的车道了呢？左边车道还喊你左转的嘛？你占了这个车道。私家不开过去，不得，他那管制应该不得很多的。漂亮。路边。飞不出这个好像好像花花的世界把它过来听音响这个 remember 的七，哎，哪个是一啊一车的？我不晓得好的哪个。Okay. 我的，我不得啥子歌。他来了，你来呀？好像是，我看。正在搜索。好多、哦。哎，今儿跟我整的吧，是吧？配对成功。想听什么歌？那边点歌。点歌。我无所谓的啦，有没有都可以。那个你们听的歌，《早安轮回》。嘿嘿。咋的啊？咋不动呢？就是，都在这待了十多分钟了，怎么走？他是呀，就是那种嘛，单边放行嘛，我们刚好我们过来就。单边放行，但是没放的嘛，这边一辆都没放。他那边过来的嘛。那边放了两个。啊啊啊！我是不是做了个错误的决定啊？不该喊大家来坐船啊！但是现在雨都停了的嘛，都出太阳了。嗯、是不是说雨的问题，现在是交通管制这哈儿，天气不大好。交通管制。Thank you.
全是村里外的歌。你哪个找到这个蓝牙的呢？我那搜索就搜索找的我。为什么又喊我跳头了呢？不晓得哇。他没有喊你掉头，因为他是刚刚没有反应过来你掉头了。哦。你们在吃东西吗？你想吃吗？吃什么？妈妈在吃饼干。我给你找个东西嘛。我要吃一个海辣的。那就给他一个海带。那个有牛肉干拌吗？我靠，辣的！终于牛了，我的个天！所有车道均可通行，前方红绿灯路口直行。哇，终于可以进去了！终于可以进去了！看这个，这块灯进去的到没有？太巴上砸了，你看到没有？我们过去砸了，看到没有？咋我刚刚进去就砸了哟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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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不能放锅子的，不能。那个还有车子。不哪里有吗？还有好多鹿儿。吃吧。不吃。请走右侧车道，即将在红。我提一下，我要去我是啊。哟，你都有点。右转，进入龙虹路。一家店叫的一根葱，一根葱，还不是辣椒。右转，妈妈妈，休一下。有没有人要喝水？
然后我们就开进去了噻。但是他现在要喊你进去了之后掉头，是不是？对。还有一块吧，应该我说的是两个嘞。哦，这。给你带一圈。我说要不要？我打过去噻。这个先说。啊，这是他们家头。哎。因为他刚刚那儿是不是不能左转？哦，你就走那边绕一圈。这样嘛。那丢垃圾。哪个丢垃圾？还要捡了吧？还把捡了。来喂喂，哦，你们这些就该好生受下这种家务。等会儿那个交警向着你们，而且应该罚款，把你们骂一顿。这个车子丢个垃圾，这个交警看他把门打开，把垃圾捡了。对，来。有没有橘子嘞？肯定是橘子的，是吧？来。还要说走这儿呢？好，我要走这儿呢。已为您切断路线，400米后左转。哇，你好凶哦！你居然还晓得拐个路线？哎呀，是脑壳呀，一人是脑壳。注意60米处有违法拍照。哎呀，干脆我们这儿喝杯的咖啡等你们睡啊，你们走不走进去？哪儿喝咖啡？对啊。哪儿？刚溜面包头，还有面包头吃咖啡。面包头，好惨。你是不是这个？你是不是？我吃点牛肉垃圾的，来。这个是。来，你们吃，来，我不吃。哪个？你不是？你咋不吃嘞？拿来嘛。你为啥？你为啥子不吃嘛？先叫个人喝酒。要喝水吗？车子少了我就。先叫个人喝酒。你们勇哥说是两个飞机吗？我怎么只看到一个？100米后左转。啊，两个！谢谢009的两个飞机啊！谢谢009两个飞机啊！马上到了，这里好绕啊，不知道为啥。我只能放在这个位置，因为手机没电了，在充电一直。好，走这边。前面我睡觉的时候送的吗？我只记得中间有个和尚，有个和尚送了一个飞机啊。谢谢009的两个飞机，谢谢九哥的两个飞机。
哦，这儿不准左转。哎呦，这不准左转。哎，这个路真的是这是咋出去哦，出去了，出进去了，我们已经向你走的前面掉过头，掉头噻，掉头又从我们老路又过去了。哎，没有啊，掉头噻，掉头要掉头。第一偏航60米后掉头，即将掉头，随后91靠右行驶。没有提醒啊，是上树吗？不是要和上树吗？我觉得我们家可能进不进了。啊，一个景区怎么把想进去玩的人全都拦在外面了呀？真的40分钟了，40分钟了还没过去，本来25分钟就要到的，咋回事啊？不许人去玩了是吧？终点附近有违停抓拍，请规范停车。那是不是就停这儿了？就停这儿有啊。嗯，这是那边子会所。哎，实际右边就是那个。看前面就好像是不是就没有风景啊？前面有什么风景吗？400米后在道路尽头。就是我们走到哪儿哪儿的路都被封了，你晓得吧？好像到了。慢点嘛，不要开那么快。300米后在道路尽头右转。你不要跟着导航，你就是稍微看一下两边的那、这个。等会儿万一哈就穿过了呢？我看有点强势，有点东西。啊，就这儿。有点强。哦，终于到了。对对对，就是这里。这儿停，把车停着嘛。这前面也有一个停车场。这儿停不了，这车位已满。终于绕进了。妈呀！这个车子，哦，不得。妈呀！不得车位了。妈呀！要你们走进去嘛，我们这儿慢慢找哈儿，你们出来打电话嘛。好吧。不然的话，你们那儿等到我们把车子停好，天都亮了。好吧。你都去摆渡车，你有摆渡车，晓得120，我们上海的120，刚讲到100哇，没错。妈妈，你要把身份证拿到。身份证带包出来。好钱嘛。啊，这是你的，你上来回来，咱们吃个晚饭就可以了。哎。我们不在这儿吃晚饭。哦，不吃晚饭。哦，我准备打完。你吃完饭就不了。你们走这儿就可以穿进就是游客中心。如果我们这儿找车位的话，前头去坐，前头去坐到，前头去停到就下来。那我们这儿下了嘛，你们去找位置。那儿有庙会的嘛，晚上可以去逛哈儿庙会。晚上不要看电影吗？我晓得，我的意思是，电影把退了。不是。灯火他有的。爸爸不想去看电影，走吧，我们也充了一会儿电了，但是因为这是慢充，车充是慢充，只充了30%的电。妈妈，你就从那边下吧。哎呦，谢谢九哥的飞机。走嘛，姐妹儿，走嘛，姐妹儿。走嘛，车上坐的和我妈一样的。嗯，他不去。你们俩去。走嘛，走，往哪儿走呀？你戴口罩没有？不，没有。哎，没有。都没戴。我戴口罩。别要。啊，我还有点想去逛那个庙会，前面有那个庙会。谢谢九哥的3个飞机，谢谢九哥3个飞机。哪儿是游客中心啊？是不是走这儿哦？这是停车的。啊，这停车场的嘛，呼，我们走，出去。我去问一下，你还坐看大佛在哪儿去？坐游轮。去门口问一下，怎么这么暗啊？感觉黑咕隆咚的。这就是停车场。我去问一下，看看哪里有，看起来像是。哪儿去？哪儿去？哪里问人呢？看起来都像是在这里打工的一样。哎，我这儿问。哎，你好，我们想坐船往哪儿走嘞？里头过桥是吧？好，谢谢。看嘛，我说不可能是那儿。
佛那里没信号呀，估计是人太多了吧？那就是。你把你那块手机拿给我，给你揣。我包手机在包包头。哇，青蛙，娃娃，娃娃好可爱呀，娃娃，娃娃好可爱呀，娃娃，娃娃。妈妈，往前，往前，往前，快快快，快快快，走，快走，车来了。走走走，往前，往前，往前。永记，他们那些坐车的这边是。你看，你小时候是不是骑娃娃？过桥，这里就是桥了吗？啊，这儿这儿这儿，不是。哎，这儿有这儿可以那个的嘛，可以在这儿停车的嘛，还有103个车位。哇，等你们看一下，你们看，别看我了。快点，他，他们这儿的车才能开进来嘛，应该是。这不是可以停的吗？在哪里啊？坐船、啊？哪儿哪儿游客中心？游客中心，走吧。都是人，到处都是。啥子味道？臭烘烘。庙会，看一下，还是想看我们庙会。庙会就是吃东西的，嘎。嗯，就是买那些。哎，这个还画得错，五个人，五人成团专心解说。哦，337，那不得事了，我没得五个人330，我说60元一个人好划算。好强！哇，不妥，这里干嘛呀？怎么排这么长的队啊？排这么长队咋的？啊，不会是要做这个？这么长的队都排到这里了，这排的端端正正的一条队，不会是摆渡车吧？不会是渡船的吧？我问一下。哎，你好，请问这排队是咋子的呢？坐船，然后坐那个。坐船？这么多人啊？坐船的啊？坐船的这么多？哇、哦，倒拐都还有！天啊，是走这儿？走这里？这样？这儿？不是，拐弯还有这儿？这儿？都排到哪儿去了？啊？他们坐是坐观光车，哪是坐船？他们坐观光车，然后再去坐船，看大佛。这太人太多了。有点离谱了，兄弟们，不是不愿意带着大家看，是这个队起码排3个小时吧，我寻思。你看一下，从那最前面那里排队，到这里，到这里，到这里，看看看，到这儿，到这儿拐弯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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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里，一直到，哎，等一下，一直，哎。哦，但是哎，怎么这里断开了呀？这里断了一个，这断开了哦，没有没有哦，立马去接上了，接上了，接上了，看到没有？从这儿，从这儿，再来，再来，这这这这这这，这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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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没有不排队的？我们去看一下有没有不排队的，有没有那种加点钱的 VIP？那太离谱了，这在里面人太多了，妈呀，太吓人了！哦，坐观光车，
走过去，嗯，然后对，然后上船，嗯，起码几百米有点儿。什么牌嘛，反正没事。我们晚上七点钟的那个，我们七点钟的那个，这样子吧，妈妈，要不然你写写，你写写排队，我写写买票，然后我看哈，你看，等会我在这买了票的时候，你看哈，你走了好远，有不得希望。还是说算了，你是不是觉得有点太远了？嘎，哎，算了吧，哎，在这逛一下算了，算了，逛一下算了。逛一会儿算了，逛一会儿。什么？你也在？我来你那儿，你把位置让给我。真的假的呀？我要信你了，我信你的鬼。你把位置让给我，你排在哪里嘛？啊，这个花太阳花有点好看，这个气球。手工糖，哎，你要吃姜糖的嘛？这里没得吧？不对，哎，有这个红桃酥，这个小时候吃的这种，嘎，那个是红的那个，那个是那个叫那个叫少司，不是，不是，叫啥子？这个叫什么呀？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什么？这个白的这个，啥人是？哎，啥人是？不是哦。锅巴，买点啥？猫耳朵，猫耳朵，猫耳朵。哇，糖糖，哇，蜜蜂都来了。哇，这啥子？安全带，盐焗安全带，这是盐吗？不晓得是什么。什么桂花枣泥云片糕？云片糕好像不叫云片糕这个名字，我们这。哎，这个牦牛肉好吃，但是现在好多牦牛肉都是假的，都是鸭肉那个假装的。哇呀，这啥子好吓人哦！羊儿子挂羊头卖狗肉了，羊啊！哇羊。10元三串还是挺便宜的了，20元七串，羊肉串，土豆。他们进来啦，他们要快点。可以。他过来找我们不？要。好，我们就在这儿。哦，就在这儿给他拽一下。天下美食，人间美味，长沙的，来听一下，像不像来到了，像不像到那个大多数里面了？听一听，现场给对。再听一遍，美食，人间美味。长沙臭豆腐，毛主席亲笔题词的臭豆腐，湖南省委招待外宾的金牌小吃，长沙火宫殿臭豆腐。我们的臭豆腐由长沙空运而来，不好吃现场免费。去过长沙的朋友都知道，到长沙不吃长沙臭豆腐等于白来。现在不用去长沙就能吃到正宗的长沙臭豆腐。走走走，欢迎大家前来。一模一样。什么湖南省委招待委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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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这里海南椰子25块钱一个，太贵了。看一下，吃不吃椰子？不吃，好冷哦。我是咪咪嘛，冷飕飕的。哇，这个是龙卷风薯塔，现在已经不流行了，都好久以前流行的东西了。菠萝饭，哦哟，这个菠萝饭一看就不好吃，不行。
斤狗不理包子，孜然小土豆，鸡蛋仔冰淇淋，拉丝热狗棒，贵州牛肉花溪，花溪米粉我觉得还好吃。哇，这你看这个果汁一看就不是鲜榨的，哪有那种蓝色的嘛。冰糖雪梨汤还可以，10块钱一杯，10块钱一杯，看一下好不好。哎，热得快了，咋是？哎，热得快在里面，算了算了算了，一哈就不想吃了。就是，本来还想吃的，一看里面放了一根热得快，就算球了。花溪牛肉米粉还可以。哦哟，嗦面，阿姨。怎么不开喷泉啊？没有别的逛的啦，去看一下售票点吧，有没有黄牛直接卖票。里面是什么呀？里面是什么庙会、哦、灯会啊，要给钱的。看一下弥勒世界，谢谢小嘎子的办卡。这灯会要给钱吧，应该。乘坐观光车由此去。我们看灯会肯定去自贡看啊。咨询服务处，哦，买了票走这儿进去看，人家门口还给你关起的，看到没有？出来了就把你门给你关了。白天家看啥子灯会嘛？白天看什么灯会啊？白天灯开了也看不到。多少钱嘛？一个人没说。走这边边上看一下，走这边边上，走这缝缝都看一下，会不会还有我们不许我们看哦？走这缝缝都看一下，是什么嘛？走这缝缝都看一下，什么嘛？在里面，在里面看不到，走吧，没什么好看的，看完了，没什么好看的。这看不到，这凤凤看不到。什么夜游三江，赏加州灯火？哦，这个晚上还有好看的嘛，妈妈。夜游三江，这个晚上开了灯还可以。嗯。但是等不到晚上啦，晚上要去看电影喽。好，那我们出去等他们嘛。我好想刮点刮刮乐。我看一下，可以刮点刮刮乐。我问一下，刮刮乐好钱张啊？10块、5块。好，妈妈你刮不刮啊？我不刮。哦，忘记开美颜了，我靠。反正包不了你，是我们买的一米。我拿一张这个刮一下嘛。哎，没。我刮个这个嘛。你刮个这个嘛。这个是啥子的嘛？320的，我看了30的，这个管汽车，管手机。好钱的。我刮个这个嘛。刮刮乐好像不能播哈，我自己刮我自己的了。你要一个这个，要这个。这个是刮啥子的？胡子。我晓得，我说奖有啥子啊？奖。你看嘛，这高头有兔子给那个灯笼。好，不能挂这个，不然去。再来挂个这个。妈妈来，手机给我给钱。好多钱嘛？好多钱？那给嘛，10块钱。这个不是10块的嘛？哦，这是20个。对。不，每张票的号码不一样。你要哪个意思？我要红色。你不能去管啥子？两个字不懂么的？中奖号码是07。不知道呀，是
十，你让弄五十啊？五十，这个是二十的。对。五十。哎，五十，对的，对了哈，给了。好、哦，我做的这项可以播吗？好，这个那一张就是直接就给我喝着的，那一张的就挣八百，你要写一张就挣八百。看一下，嗯，那你妈妈给你拿。还不到吧？妈妈给我，妈妈给我拿的嘛。这些就是数字都不得用吧？数字没得用。数字没得用的。什么的那些，什么的30225。啊，这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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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是摊儿，这个是摊儿，这个是摊儿，五块，三十，嘿嘿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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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人人大多数，兔子就是得下面这个钱哈，好好 ，OK OK， 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中国结？哎，中三十，中三十，这个中三十，中三十。你挂嘛，你挂那一边。好好好。人家你这是付了钱的。啊，好好。他重量只有最低。妈妈帮我拿，再拿个。他重量最低金额。也是兔子和。咱这一横排出现两只兔子。哦。这两个。这两只。我跟你说，我跟你说，那还对了，是不是？往往那个花着是没得样没得样的做的呢。违章那个中八百的，管好了我的什么？这个呢？你这个我那个看的就不像，不是你就是一个兔子吗？不对，他这个要有两只兔子才行。他要有两只兔子才算是中了。哎，中没中？今天中了两个，这里个五十，这里个五十。哎，没中没中。哎，还有个刮刮刮刮给我一个五十，啊。没中没中，还是念念哈你哥那张是嘞？多哥吧，没中，还有几张啊？你把回来了哈？外出那个八十和三十，十张还有。哎，十张，哎，这个顺利是啥子？顺利没有？要火气跟幸运。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二十块。你管嘛，你管嘛。走不走？二十块。不是的，那一般都是额外的哈，八百是单的哈。那是单的，我跟你说，五万八百人民币那个八百的块的。哎，三十，三十就中了噻。二十。哦，慢慢会些，娘们些，那个中。哪儿三十嘛？哪个地方？这儿三十。哦哦哦哦哦哦。我中五十。中五十。啊，中五十。中五十，你这不整五十？现在有一张票。我们买了五张，就中一张。中不是嘞，你没中。哎，这个没中。我拿一张，我再拿一张这个嘛。你管一张这个是吧？为啥子？这个包年不老板。这个就刮五十的。就给我抵了，是不是？你看嘛，你排那都排得。那我要这一块。这个我腿玩去呀。你这个刮出来的吗？没有啊。他这样的，比如说没有。啊，如果说他一本是600，给你一本新的，如果说你给我刮到300，这个我不要，不刮了。啊，不刮了，哎，刮一个嘛，刮一个嘛，这个相当于就是刮一个嘛，刮一个嘛。这是干啥的了？刮刮奖，精彩刮刮奖。刮刮。五块，又中了。哎，麻烦。这个观看站这里有现金有接种没得就没中，这是观看站头儿。
不得。中了，我们又不赚不亏了，我们又不赚不亏了。中奖号满38，我们刮出来38了。再刮一个出来，我们就赚了。03/20。600块的，你如果刮开之后刮不够300，我都要报300人。要不到超过300，超过有好多都是你的，不都是你的，那个我不能给你收到。没有。一张。中了啊！中了。中了。哎，中了38。50，要是真的没成钱，是的，要不成钱，还是你自己来报呗，这个报呗，可以随便，你就赚了。我让你扯了，他不骂你，你往浙江那儿的扯那了。啥子意思嘛？是这个必输800啊？这样子啊？不，就是，反正我们昨天卖的每一本都出了报了，就别的今天出不出。那行嘛，我再刮一个嘛。反正这张都是还是。无限循环，最终以小亏的遗憾收尾。把你们放在这儿，我来刮了，笑死！要到赚到金了是啥子？100万哦。但是就是这种不容易500万的机会的。锦鲤不得有啥子哇？没得，那个要现春节现金金的标准才有。又得刮了嗦！我刚刚中了不是的嘛？就像我说又刮啊！他一直都在中。管他的哟，反正总共只花了50块钱噻，就刮噻。总共只50块钱，刮了好多张票。你翻不翻？你又中，没有的嘛。巴不得你中。哎呀，你中不得。啊，这儿的06/18/22/06/18。哦，对了，你要投资吗？可以。哦，就这个意思。兔儿来这个。哦，兔儿来这里就真牛。对，就是兔儿来在这儿的，你是兔儿来这儿的。06/18/22。100。哦，这个100完了这个。哦。06/18。哎呀，感觉这张不得。这个估计了，我看到那个号估计了。不干了，再出了这个零七，我就估计了。哎，没了。哎，没有。是的，没的。还剩一张，不把挂了。怎么说呀？挂不挂？就剩最后一张了。挂不挂？哎，那就再挂一张吧，再挂一张吧。哎，怎么样？没有，再挂一张。再挂一张嘛。哎，再挂一张50的嘛。哎呀，刮个100嘛，总共也就好，刮的。微我200，好。200吗？不是，我在跟他们说。来点。回档。来点，葫芦。出去穿也可以啊，出去挤也可以啊。啥子也可以啊？你看出去穿。哦，春也可以。哦，兔子啊，要出现兔子和春，没有的嘛。哎呀，没得。找数字了，14/02/17。14/02/17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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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吼，不得搞了，啊！啊！哎呀，反正就是，哎。还是100块钱刮了好多票，50块钱都刮了好几张。啊！好了。行，谢谢你啊，美女。不用了。快乐。不对，刚刚你投资了。饭桶投资了2笔，我们现在刮了1笔，然后还有1笔可以刮。OK， 再选一下，哪个你觉得哪个爆率比较高一点啊？
这个嘛，这个我刚刚新开的，是吧？新开的就容易。他们再刮一下，再刮一下，刮一下，刮一下。我要这个。好的，你要来。哎，等一下，这是10块的呀。啊、对呀、啊。刮、啊，那就选一张这个。嗯，然后再刮一个20的，我要一个黄色的吧，行一个。好，好，先刮这，先刮两个。我给你刮上老的。喂。等一下，把你们放在正前方来。这个是刮两个兔子哈，一横排两个兔子啊、哦！我的手好脏啊，等会儿给你弄脏了。没事，没有，一排两个兔子，一排两个兔子，一排两个兔子，没有，一排两个兔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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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好难种啊，这个好难种啊。这个种不了，什么直接买一包最多亏一半，真的假的？这是什么？这个是刮出兔子，也是找兔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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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找，找兔子，找兔子，兔子呢？坏了。兔子嘞，哎呀不得，挂一张00号，好，00号，谢谢嘉禾的钻粉，谢谢嘉禾的钻粉，没有啊，没有，没有啊，豁我的都是假的，豁我的没有、哦、不刮了，不刮了，他的马油是不是我死啊，小朋友又不能刮票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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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们在那儿啊，有点儿，谢谢嘉禾的钻粉。像位置，他们在哪个地方了嘛？他们在往我们这儿走了，没有没有没有。OK 哈。哎，这边他们在那边。啊。因为他跟我说那一包，他们昨天每一包都出了一个100的，我说那是不是这个就必出了？他说最后一张了，他说不知道，他说但是昨天每一包都出了一个800的，他说这包还没出，只有最后一张了，骗我的，骗我的。女的，说了嘛，那个女的，好像就是。也就是花了50块钱，他就没刮了。啊，没事啊，我挺喜欢刮刮乐的，我刮得很开心。谢谢嘉禾的飞机和钻粉，他昨天也是这么说的。其实根本就没有出800的，根本就没有出800的，上了大屁当了。谢谢嘉禾的两个飞机，谢谢嘉禾的两个飞机。刚才从那边进来的，直接走哦，他们没都是那个的那个庙会。哦，我们过2星啦。但是我还想刮，我喜欢刮刮刮乐，但我爸知道肯定要骂我。那他为什么不自己刮，每包净赚800？哪里净赚800呀？他肯定亏啊！我觉得可以买一包，把那一包八刮完，肯定会出。他们重复的嘛，路线都重复的嘛。我看他们在那儿，他们觉得钱都在这儿呀。接吗？接吗？哦，来，加大投入，这批玩具，这怎么玩具赞助200刮刮乐还带吃回扣的？哪里吃回扣啦？他要是都亏，为什么你为什么不亏？什么？谢谢嘉禾的钻粉和两个，我刚刚写刮刮刮乐了，刮刮乐啊，我不刮，因为也赚，我不赚了。啊，就给我赚完啦。就转完了，我们姐又坐一下，
这层好像跟外头差不多嘞，好像跟外面差不多呀。这里你赞助500速去刮，你先赞助来再说，你先赞助来再说。网红草莓塔 OK 哈，小塔25，看一下草莓巨塔塔，因为这个不好看，他做的做的也不好看。恭喜收藏，提款。你先威，你先威，先威。等会我，你给我，你赞助500，我就去刮100，我就去包100，包一包，我包一包新的，我看我是运气到底咋么样。多少是？哟，这个鸡儿是活的。啊，鸡儿，这鸡，哦，活鸡儿。啊，好可怜哦，这些小鸡鸡。我以前也买过，我小时候买过给他们喂米，要把他们的嘴巴掰开，然后喂他们。好钱一只？5块。哦，鸡5块钱，笼子10块钱。那喂小鸡，一只。哇，好暖和，好暖和呀，热热的。热热的，我喜欢这只黄鸡。好舒服呀，轻轻的摸一下。这只黄色的很好，谁来把它拿下吧。死了呀，死了。我小时候站住，我看一下你的站。热的，外面太冷，过不了多久就死了，真的假的？太惨了吧！真没人性，为什么鸡对鸡不好吗？还是怎么的呀？应该不太好。站住了，真的。他赞助了我，赞助了。走，不要逛了，没逛的了，妈妈，走出去刮刮乐了。走刮刮乐了。哈哈哈！哎，又忘记开了，怎么这么黄啊？我就说，哎嘿，美个白，嘿嘿，没有，刚刚没有开美白。给我妹妹，姐嘛姐嘛，刮刮乐那儿去喝，有人赞助了500块钱，我们去刮乐，走，有人赞助500，我们买一本儿刮，妈妈也一起来刮，看到我，呼，金的，来了老弟，来了老弟。没有，人家大多数里面卖刮刮乐的那个是个女的卖的，不是来了老弟。来了老弟的那个不是卖刮刮乐的，好不？糟了，他们可能都出去了。什么？本来准备拿这500给浩南郭直播间的观众送福利的。我靠，你这是岂不是让浩南郭直播间的观众们对我要群起心啊你啊！啊，你这话说出来就是为了让啊，你这说出来不就是为了让你直播间的兄弟们啊对我群起而攻之吗？你好狠的心啊，你好狠的心啊！来了大怨种，他们在哪边出去的？不晓得他们从哪出去的，都不跟我们等到一起走，好那个。他说他们就在刮刮乐旁边这儿坐着的。OK， 来，走，我买一本，我们好生刮。我不知道500块钱能够买多少张，这儿去问一下。
你什么？你也本来打算拿200开浩南锅赚粉的，那200是依依给你的，依依给你的过年包，你就拿来，你就拿来给浩南锅开钻粉是吧？哼，去问一下，选一本，这样吧，由我们的赞助商来选一个，来刮吧。我们去找我接吗？哎，他说刮刮乐旁边的，哦，这儿，来刮刮刮乐了。买50张10块的，今天有傻子了，哼，哈哈，刮不出800退钱的，走，20的现在有嘉奖容易出，20的500块钱只能刮25张，不对，20的，20的是刮25张，直接拿一本。赞助500块钱，我们去刮刮刮刮。谁有赞助的？走，刮了，刮哪个？还拉雪了。你选吧，来浩南锅你选。哦，这里空着的，我们刮这的吧。刮哪个？这个是好多钱的？5块。一本好多张啊？120张。500。要600块钱。给你们包底一半。保底一百，300嘛，看一下啥子。但是这个5块钱刮起不得好，啥子好那个，是不是要刮20的哦？30。哦，他说让我们自己选，免得到时候怪他头上。来吧，那我们刮哪个？刮20的嘛，我刚刚刮20的还可以。你们20、10块、5块都会给你保底一半。啥子意思？保底一百？他就是一本都是600，然后就是保底最多300，最低帮我中300。那能给刮的呀？能怎么刮？就一本是600，如果你只刮了200，你也只300。哦，那我想刮这个一本是好多嘛？这个20的是30张。30张600。嗯。那我们拿一本这个嘛，瑞图成像。对。拿一本这个。他包。拿一本新的，我包这个。包你三百。哎，我就要刮一本这个。刮一本这个。600块钱，多的100我自己出。这个国宝吧，不知道的就不一样，就刮这个噻，头儿我觉得可以。选一本。点兵点将点个大象，冰棒就是啥子的孙悟空，好这个。你们在这儿刮吗？哎，这儿刮。好。来。那么美女来。没刮够300，还是有300是吧？对，就这个。哇。你管够了300、400一个，就该吃好多就吃好多。呜呼！妈妈刮不刮？可以30张。哎，大家都刮噻，那我也刮噻。这儿有这个刮不是用手刮的。把那个黄色和红色的给我，我要刮黄色和红色的。黄色红色都给我刮。哎，要撕的，对的，我要黄色和红色。好，我先刮两张。放好了。哦吼，来开刮。黄色红色都给我哈，因为我的幸运色是黄色和红色。哎，这个刮的哪个好刮的嘞？这个好刮些个。这样子看得清楚不？好，这样子看。OK。是啥子？头儿、中国结和元宝。他中了就给你去。好。刮起来好啥子？哦，对，没中。中国结和元宝。没有。哎，头儿，兔子来了，看看好多钱。
二十，二十。好像游戏规则嘞。OK， 没了。好、哦，这儿，嗯。哎，头儿，兔，呜呼，哇，我看一下。哦，这儿这儿这儿，它不是，它只要就是挂住兔子、中国结，还有元宝，就是下头是好多就是好多，这就是五十。我这儿有，我这儿中了一只兔。猜一下多少？八百，八百，二十。是双倍的嘛？啊，中国结双倍。哦，对。OK， 来这个二十。给了，我给你。哎，好多嘞！怎么都没有啊？确定没有吗？好像真没有。那个？哦，你才分完是不是？他到中了，挂摊摊哦，白玩一张二十，给我一个整个八百的嘛，快给我整个八百的。这里面没有八百啊，这里面啊最高是一千是吧？最高一百万。哦，最高一百万。没有，没有中一百万跑路。有二十，咋只有二十的？又被打到的嘛？头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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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兔来了，兔子来了，兔子留着等会儿开奖。下面还有没有啊？一张是不是最多只有一个图案啊？来了来了。哎，估计是二十。哎，我就知道是二十，又是个二十。这儿二十。没有五十是妈妈刮出来的，妹妹没刮出来，妹妹就是刮的二十的。哎，不得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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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没有，没有。哎哎，来了来了，兔。一千一千。妈妈帮我拿一下。三十。没了噶？没有了，就是三十。你刮噻。这还有，这还有一起刮。只有妈妈刮出来一个五十的，我看到是不是只有妈妈刮了个五十的出来啊？没有。哎，那五十是哪个？刮九十块钱。哦，你刮九十。我刮了多少？多少？哎呀，五十。五十不是。刮个别的嘛，刮个，能不能给我中个一百万啊？不好说。哎，只要有头儿你就中了。五十。五十，哎，五十。
二，三十二，二十。啊！吐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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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吐！来个大点的吧，来个大点的，来个大点的，三十，行吧行吧，来三十，最后一张啦，糟了，感觉没怎么中啊！啊吐！哦！哇！哇！五百。哇哇哇哇哇！哎呀，等一会儿再开，我先看一下这个。哇哇，全是哇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哇哇，中规矩，哇中规矩，哇！二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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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八十，第一排是八十，哦，还有个五十，第二排看二十，八十到九十，一百七，五十，中国结是多少？中国结是两倍哈，二百二，现在是二百二十，六十，三百，二百四，对，三百，应该是五百块钱，哎，回本回本，嘿嘿嘿嘿，二十。五十，五十，二十，二十，哎呀，果然算命的说大红色是我的幸运色，哎呀，我不行，我自己再算一下，等一下。你看，这里有奖，你也配不怎么办？嗯，两百到六百，五百到一千。哦，我看一下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一百五，一百七，二百二。二百四加六十，三百，三百二，三百七，三百七，四百二，四百四，四百六，四百八，五百，五百，哇，我把它刮干净，我要把它刮干净，啊，三十，哎，这是二十就五十，二十五十，一百，一百，一百二，一百二，一百七。190, 200, 300, 350, 400, 500, 600, 700, 800, 900, 10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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00,
600哦，200。哇哇，谢谢，新年快乐，谢谢，新年快乐。前面减150，但是我今天也赚了的嘛。哎，我前面挂150，赚了50块钱。其实最开始反而前面花好多点，我又想关。他开始50块钱就保本嘛，保本就保本还。啊！太好笑了，我们没有给钱，还倒拿了200块。哎。赞助的那赢了的应该都归我吧，好难过，一共加50，笑嘻了。啊，对呀，应该拍个照合影的。哎呀，算了。哎，爸爸。200块钱，我们买了一本600，然后刮了800块钱出来。大家没成本。还是亏了的。没亏啊。600成本，刮了800出来。啊，就是200的嘛。赚了230就。没给钱，他倒给我们200啊。
今天晚上睡不着觉，今天晚上睡不着很牛的，看得到苏北和林大哥吗？苏不到好多，因为他是这样子，买一本儿不是600块钱噻，他保底保底，你有300不够，300都给你转够300。哎，太爽了，好来喂，太爽了！哎呀，我怎么没有拍照啊？刚刚应该拍个照的，给我刮出来的那个。你边儿200块钱整掉了，那真是空欢喜哦。装起嘛，那包我给你保管的。拿给装起，包我这会儿就拿手机。一扫红包，只抢了6块钱的阴霾。哼，哦哟，刷喽。我手机都没电了，我现在用的是14 Pro Max 给大家直播啊，现在用的是我的14 Pro Max。嘿，不许耍流氓哈，乖乖。乖乖，不可以耍流氓，可以一起耍，但是不能耍流氓哈。路边没耶，路边只晓得跑，路边只晓得跑。路边只晓得跑。走吧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哎呀，今天太开心了，今天太开心了。鲁班当然是母的呀。啊，太爽了。哦，走。来了，你的朋友来了。哎，你快回去了，你不要跟他跑了。走。他穿的这个羽绒服有点热乎哟，穿这羽绒服有点热乎。过来一起算，过来一起算。好臭哦！哎，好臭哦！飘啥味道？撒的农药。农药的味道啊！乖哦，乖哦。主播中了大海景房，太海景房了。哎，怎么可能嘛？谢谢磨牙的飞机，我用这个手机开，然后刚刚因为那个手机还那个。我这礼物你们要提醒我一下，我这没有特效，因为我的贵宾啊还有那些什么我都看不到。等一下我下播了把那个赞助的钱还给你，因为赞助了但是我中了啊，还给你。我就中了200块钱，你们说的好这么夸张，我就中了200块。哎呀，不行了，刚刚尖叫的有点厉害，
哦，后面受不住了。啥子水？罗汉果。罗汉果。